娇艳如花的脸，纤细的腰肢，还有这一双双大长腿，这几个女娃儿要用我们四川话来形容，那就是巴适惨了，简直不摆了噻。先说哈，她们不是选美小姐，人家可是刚入选国家队，还要代表中国出战亚洲比赛的运动员哦。啥子哦？你不要骗我哦！搞啥子运动可以把自己搞得跟仙女一样哦？看到这里你就懂了嘛，这几个女娃子练的是健美。啥子？健美运动员不都是些威武雄壮的肌肉女汉子吗？哎呀，你又 out 了嘛！现在国际上早就不流行那种了，人家要的是这种最自然、最健康的美。你看这些女娃儿，不仅没有练成肌肉女汉子，反而成了校园女神，往学校里头一站，立刻引发各路人马的大规模围观。很漂亮啊！漂亮，肯定想啊！这是梦寐以求的。真漂亮，还行。Nice。怎么还行？身材方面呢，各方面都是还行。我的美女肯定是咋个看都看不够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，这些可以入选国家健身健美队的女娃儿，身材到底有好好？觉得我练的最好的应该是我的腹部吧。对，这个是马甲线，这是中线。你的腰围有多少？你告诉我。腰围也差不多59，59厘米。59厘米的腰围，记者羡慕得简直是口水滴答。这边的刺激都还没有过去，更大的刺激又要来了。我的腿可能就是稍微比别人就是正常的姑娘稍微长一丢丢。我的人生就如此艰难呢？你先不要闹，先了解一下这些妹儿是啷个训练的，你才晓得啥子叫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我们每天的跑步，一个是在训练之前的热身，还有就是训练完了之后的有氧，就是跑步呀、蹬自行车之类的。然后有氧就时间比较长，一般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难。而且，这段时间开始集训之后，我们有开始4000米。人家这些妹儿每天早上7点到8点，下午4点到6点，雷打不动的训练4个小时，不仅要练各种器械，还有超强度的户外训练，跑步都是以公里为单位往上加的。就是因为付出了比别个多得多的努力，这次国家健身健美队在全国范围内一共只选了9个人，我们成都的这些女娃儿就占了其中的6个。他们呢，陈秋林是大一的，然后呢，他们4个，包括陈思雨是大二的，在不到1年半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，还是比较艰辛的。然后包括一些就是说他们的学习，每天早上起这么早要训练，然后呢晚上训练完了过后还上自己的自习啊，他们克服了很多自身的一些困难。这些妹儿马上就要代表国家去参加6月19号运动成就梦想，健身改变未来，中国队